尊零分周丽淇出席某护肤品牌店开幕礼，引起不少粉丝围观。最近才坦诚以为人夫为人父的吴尊，谈起刚出生的儿子侃侃而谈，看来对付熊孩子吴尊也是很有一套。一个晚上都要起来三四次啊，对啊，就是喝奶啊，然后常常就是要换尿布啊什么的。对，我会换，我很喜欢跟他换尿布，因为我很注重清洁，对，所以我都会跟他抹到很干净那一种。对，身为花美男，吴尊爱自拍，也爱给熊孩子们拍照，尤其喜欢拍裸照。不靠谱的吴尊老爸可得看紧你的电脑了，免得孩子们的春光外泄。我最喜欢拍他们的裸照了，所以都会我的相机啊，我的电脑啊，都很多他们的照片。对啊，因为我很希望就是每一天都可以无时无刻的把他们的生活记录下来。对啊，高中同学林丽颖爱情长跑18年，隐婚4年的吴尊已有一儿一女之言，还想追生，3-5个不嫌多。现在吴尊不仅自己忙着造人，连带好友也不放过，当场催促林峰赶紧生小孩。不过林峰好像不为所动。刚才他有跟我说，哎，加油啊，你有做好。我说顺其自然吧，一步一步吧，按部就班吧。TVB 颁奖已在即，却被媒体爆出以合约换奖的内幕。和 TVB 合作颇多的周丽淇则表示不可能力挺合作伙伴。东星娱乐整理报道。